Hello，今天我们来吃早饭。据说这两个是人生赢家，好像就是以前的一种说法。最近有一个电影新上市了，不叫上市，叫那个开始了，叫《后来的我们》，刘若英的。我没去看，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歌吧。这个歌我也是第一次听。你们去看电影了吗？电影好不好看？演的是芝芝芒芒，芝芝梅梅，很好喝。曾经不屑的我，啪啪打脸。因为光的原因，所以镜头不是很稳定。我们来吃一个肉松小贝。我买了两个海苔肉松。你们看一下里面的酱，还有海苔。我第一次吃是在北京吃的，是不是很多人是在天津？据说天津是鼻祖，但我北京的朋友告诉我，他是天津人，他说他不觉得，他觉得北京就是源头。肉松特别的脆，我是在上海五角场买的。这个要大一点。那我觉得北京是更好吃一点。而且很奇怪，上海没有牛肉松，也没有猪肉松，只有鸡肉松、蟹味和海苔。从我个人的角度，我最喜欢吃的是猪肉松，然后是牛肉松，然后是海苔。那前两个都没有，所以我就买了海苔的。其实我觉得饭量不是特别大的妹子，可能吃一个就饱了。上海下雨了。我坐到江湾体育场地铁站，从二号口出去，就看到了鲍师傅。我第一次在那家店买，据说是新开的。前面有个阿姨，买了超多，100多好像。我觉得我买的最少的，我就买了俩。他们正常好像都会买10个起。我去买了俩，我比较喜欢现买现吃，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海苔，摆了之后它不脆了，然后就不好吃了。
觉得这歌还挺好听的，调子，但歌词没仔细听。有没有人去看电影了吗？我之前去南京旅游，特别想吃泸溪湖，还有杨记，但是春节去的，都没开门。上海这么近呢，离南京肯定要再去一次。鲍师傅，最喜欢吃的是牛肉松，猪肉松，然后就是这个，哎妈，它软了，好不开心啊！就是这个，红豆 ，Q 果还蜜果来着？我是一个豆控，红豆、绿豆，什么豆我都爱吃。最喜欢上有嚼头的东西。肉松小贝好好吃啊！我以前不知道肉松怎么做的，好蠢。肉松也是肉做的。除了这俩，我还特别喜欢吃鲍师傅的南香奇思酥。鲍师傅接受无能呢是那个，流星之舍。不喜欢，完全不喜欢。我觉得他那个芝士吧，好甜啊，不是，就是好腻啊，也不是说甜，是腻。体操我曾经非常不屑，但现在我啪啪打脸。昨天我去的时候，好多人在排队。今天是还好，明天下雨。这家店也是在五角场。最喜欢这种嚼口的东西。